你只有水管，这是连智上师的笑话啊。还有这个连灯上师也有一个笑话，他要这个番茄酱，那个番茄汁啊，番茄汁的啊 ，tomato juice 啊，他跟那个空服员讲，给我添加布。可以加补一些吧，番茄酱，可以加补，给我可以加补。他说你那可以加补做什么？其实是 tomato juice，tomato juice， 这个都是在飞机上闹的笑话。这个脉管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上行气进出，你把你的气提起来，上行气提起来，呼出去。你下行气就往上提，脉管的作用，你那个空的插到这个水里面一按，压喉结，这个压喉结，因为你的脉管里面没有水，气全部抽出去，你压住伸到水里面，那个水马上就进入脉管，提起来，那个水是不会滴下来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知道。压喉结的意思就是说，把你的这个气口压住，那个水呀、往上走，提住就不会漏出去。啊，这个就是不漏明点的方法。一个叫做腹贴背。什么叫腹贴背呢？就收小腹，把明点提住，你一放它就出去，一收小腹它就提起来。啊，这叫腹贴背。一个就是提肛，把肛门提起来。啊，我平时在修保平区的时候不一定用坐，坐的也可以提肛，但是你站着提肛很容易的，站着提肛你把这个双脚一夹，把你的这个两个那个一收缩就是提肛了，那个一提肛呢气就往上走，这个就叫做沙加六十遍。我讲过有经验的人在一刹那之间呢，自然沙加六十遍全部都做好。这是一个要诀，你只要常常用三加六十遍，就不会漏，从罗刹道漏出去。这个就是不漏明点啊，不漏明点，这样知道吗？知道。而且这个做法，你必须要在你的明点一直下降。突然之间有感觉到这个明点下降，那个时候你马上很迅速的做，才能够提得住明点。如果不很迅速的做，很快的你就从罗刹道出去。什么叫做罗刹道呢？罗刹道就是三恶道，可以讲是鬼道。这是一个重点，你要好好的练习，然后好好的练习。啊，师尊讲一个那个讲义者是这样子，有一个男生啊，跟他的女朋友，那个女生问男生，你跟我结婚以后啊，你会不会这个戒烟？那个男生就讲，那我一定戒烟。那女生就在问男生啊，那你会不会结婚以后你就戒酒？这个男生也说好，我一定戒酒。那么女生又问男生啊，那你跟我结婚以后呢，会不会晚上再出去乱跑？说，我晚上也不会出去乱跑，我永远是待在家里，待在家里不会出去乱跑。那你还有什么不好的习惯通通要改哦？我说是，我通通
最后呢，你觉得你应该要放弃什么？那男的想了一想，戒酒、戒烟，晚上不能乱跑，什么习惯通通不好的习惯全部改。他就跟那个女生讲：“那我结婚有什么意思？我连结婚也不想。”什么东西都要放下。我们修行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什么东西都要放下。我讲的是这个意思。人生啊，你以为有什么，其实没有什么。那你什么东西都要放下吗？什么东西都要放下的时候啊，你就不会被黏住，不会被黏。啊，像那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，结过婚的人都知道，结了婚以后啊，非常痛苦，年级上司很清楚，啊，年级上司很清楚。常识上师也清楚，啊，师尊我不清楚，啊，我不敢讲清楚，啊，我不太清楚。所以事实上，结了婚呢，限制很多。你出了家，游山玩水。可以游山玩水，可以到处游荡，但是不能超过那个界限，不可以超过那个界限，都在一个规矩里面，在这个规矩里面生活。但至少啊，天地山水之间，你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行脚，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，已经非常好。如果今天呢，常智啊，他不出家的话，他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。啊，年级上司如果不出家的话，他也不会坐在这里。出家是有好处，我今天跟大家讲出家。出家的话，你学会了师尊的这个无漏法，你金尊永驻啊，长生不老。一只手拿着弓，一只
手拿着剑，那个叫做他只要一射出去的话，只要那支箭去射中哪一个人的心，那个心，那个心就产生这个爱染，产生一种爱染的现象。那么这一尊是属于敬爱尊啊，属于敬爱尊。这个有些家庭不圆满的，念爱染明王咒，他就会家庭就会圆满。有些人是有大爱染，什么叫大爱染呢？能够摄着所有的众生是皈依佛门，这个叫做大爱染。那爱染呢，也是一个爱情的尊，好像说你喜欢哪一个女生，你持爱染的明王咒，观想爱染明王的箭射那个女生的心啊，那个箭呢不是真正的那个弓箭，而是花箭，花用花去做成的箭，射它就变成有花性。这个也是一种敬爱尊啊，那个叫做小爱染，有一种是大爱染。所以真正成为艺人啊，艺人啊，明星啊，很大的明星，很大的这个艺人，前世大部分都是有去修这个爱染明王法跟忽略忽略佛门。像总统一样也是一个大爱染，总统也是大爱染。政治人物也需要修这一尊，政治人物也需要修这一尊。所以这一尊不是单纯的说哦，我是为了结婚啊，为了爱慕女生，所以才念这一尊的咒，不是。而是他本身能够受众生的敬爱，能够有贵人非常多去帮助他，能够生意很兴旺，能够摄招众生来皈依佛门，能够摄招众生来行善事。所以这一尊他本身有很大的益处，而不是很狭小的是个爱情的这个爱染的尊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咕噜咕噜佛母跟这个爱染人王的真正的意义是在这里，而不是很狭小的说哦一种爱慕的这一种心出来的。这是要跟大家稍微讲清楚这样子，等一下给大家做灌顶，好，是灌顶爱染明王。为什么能够灌顶这个爱染明王呢？因为爱染明王这一尊呢、我已经先叫他们做过，行这一尊的法，修这一尊的法，持这一尊的咒语，所以我才来这里跟大家做这样子的灌顶。是。